诗篇第七十六篇一节，在犹大神予人所捌，在以色列伊的名做大，在撒冷有伊的帐篷，在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。伊伫遐压断经的火箭，甲盾牌、刀剑、甲精进的兵器。你对有野兽的山内，有阳光甲威严，心中勇敢的人，拢受枪击。因会困是长长困，无一个英雄会出手。六十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责备一个发出，坐车的、骑马的，拢困当眠。干那你是通惊的，你的生气一个发出，什么人伫你的面前徛会调啊？八十，你对天顶予人听判断。神起来行审判，要救地面一切谦卑的人。那时地就惊吓静静，人的生气要成全你的英美，其他的生气你要禁止。十一站，恁下愿就对耶和华恁的神行愿，在伊四位的人拢得摕供物献予迄个贪敬畏的主，伊要压制王主的骄气，伊对地面的君王献威严敬畏。